总有一首歌属于你。这里是成毅的音乐日记，我在酷我音乐治愈你所有的疲惫和忧伤。和自己好好说声对不起吧，生活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，它应该是可以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的，然后去改变，把曾经的那个努力的自己找回来，尝试着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，去努力为自己而活，做自己想做的事，别委屈了自己，最最重要的是照顾好自己。生活不可怕，可怕的是我们认为我们只能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所以对不起，过去委屈了你。我要握住一个最美的梦，给未来的自己，不管怎样。